被请过了，只要在地上就是被请过了。我是过分，他是报官员，我觉得又是报官员。警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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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们把人民当作什么？只有三个，一个是中三产美卡，两个是理协会理事长，你们来协调，你们懂是中老者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来嘛，王姐，大家后退，自攻击危机嘞，往后退，后退，大家后退啊，大家后退，后退，来，我们三个要继续大后退，大家快走，其他不要冲了，拍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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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他不要冲啊，我们不要紧了，不要太激动。好，请大家慢慢进去，就送进去哈。好，来龙眼铁，好，来陆营的，各位不要冲，各位不要冲，好，各位不要冲。来，徐姐，徐姐，徐姐，你叫排到我后面哈。来，小王排到我后面。好，我喊一二三，五三三人一起冲，一二三，冲！承诺一下，对不對？放人，对群众交代，那唔只我都结束。好，泰山我拄下就。我人带来啊，你人带了，我要哪等？我要哪等？像那个参演讲家，就是我们先看。你们办三个人办那么久，你们为什么在里面吹冷气呢？拿剃刀闯闯，然后这个就要谈，先放人再谈。上龙吧，不然我你们还是不放人是不是？无啦，因即卖需求搁你三个人放出来，放人放安尼啦。我们再弄委派人家，他马上放人，你们凭什么给我抓人进来？很久了。一样是第二分区，差那么多。我人带来到遮，我叫你抓，人叫你抓。人最多是你也杀得过来。我们很多人都受伤了哦，处长，你看我的脚。你们在里面吹冷气。好啦，够不过分？什么都没讲，先放人，什么都不要讲，放人。我们没讲啊，人也没走，没要讲嘛，没要走。放人。来，那个会不会阻止残障人士报市长室？哦，我们来拭目以待。你要撞我？哎，那个保全，你撞什么人啊？道歉。不能够。刚刚撞到人是谁？撞到人。他走下来。道歉。来来来，撞啊！一个保全而已，你要先来。保全为什么要撞你？你到底要呛声啊？保全跑出来呛声，我看到你撞到他，你愿不愿意道歉？撞到我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委屈哦。快来吧。姐，那再加一句，安尼会使未？做错的回答就好了。展推有没有问题？还是说你怎么样？还有没有？没有谈成。好了，走了进去了。本来我们。
人，请告诉我什么法条我们不能进去。来来来，说，请说。我刚刚看到你。哦，好。来来来，你为什么你编号？你有编号，为什么说你不是警员呢？解释清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有编号啊？没有，没有，什么是警察？我是警察，你是警察，那你为啥不让我们进去啊？你要说个法条。我是警，我不是。华敏会市长不欢迎残障人士到他的市长室。华敏会市长不欢迎残障人士到市长室。编号，编号五一刑警警员。录音起来，录音起来。请问一下，用什么法条禁止我们进去？我们不能搭电梯。好，没问题。走楼梯，我们走楼梯。加一次。哎，都会晒呀，赶紧办公室医疗执法办法。你在那好霸行人啊！你给我下！你给我下！你给我下！哎，你只是一个保全而已哎！快点，快点，录音起来，快点，镜头，你说他霸行人，好了，好霸行人，哎，你很嚣张哎！你很嚣张哦！你很嚣张啊！你比较嚣张，你很嚣张。来来，咱出来外口等啦。等一下，我们这样进进出出，我们还在出去吗？不要，问人家蛋嘛，好不好？十分钟开始啦，问人家蛋嘛，我们就在，好吧？我们就在这里等，你去处理，你去好不好？我们等你，我们等你，好不好？办公。今麦变成是重点是公公，我等呢，无一个时间呢，还有一个时间呢。他说给我们十分钟，应该十分钟到了。哎，我们一个时间。有无？处长，处理代志唔行呢。啊，你来警察局待了。可以，你讲，警察局讲啥话？啊，是直接来警察局。处长，处长，他们理事长哦，一个是讲因三个，因的爱国人士伙伴。回来了，伊就接见你，伊的意见来你讲，安尼 OK。麻烦你来介入，麻烦你本身介入协调一下。你的警察那边看一下人事。好好，我叫伊进去处理。对啦，你进去处理，搞阮分分局长底下拜托的吼。你们在猫狗尚未死亡的时候，就把它丢进焚化，所以我们要求，安乐死必须要由民众来监督。第四个，捕犬，我们的捕犬太残忍，捕犬队太残忍，所以捕犬队除了如果或者是有动保团体来陪人去捕犬，或者你们要全程的护理，我们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捕犬。第六个，第五个，我们要求比照台东，他们做得非常好。台东的收容所现在每个礼拜由各学校带着他们小学生、中学生进去做生命教育，所以人家一个台东未比嘉义市穷啊，人家可以做到这样。第六个，你们的收容所只有一个聋哑人士，一个阿伯，我认为这个根本也是在剥削这位阿伯，而且同时呢，你让这位阿伯来照顾猫狗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所以必须要装病人员，收容所里面必须要装病人员，要医师住所之外，另外装病人员、行政人员。第七个，我们先讲第八个，你们的食物太有问题了，
你们的饲料发霉，我现在最质疑的是你们的水从哪里来？为什么水里面那么多虫，让每只猫狗吃的都生病？第七个，我们要求就这件事情，也许这件事处长没办法答复，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先跳过，我们下次会来要求嘉义市长黄炳和道歉。好，但是这个我们来要求处长是有点强人所难，因为他也没有这个权限。如果这些我们以上的，除了第七点嘉义市长黄炳和道歉之外，这几点都是收容所最基本的要求，如果还没做到之前，暂停捕捉猫狗，可不可以？第一点可不可以？做不做得到？第一点。之前我有这样的哈，那兽医师助手问那没问题啊。好，兽医师助手没问题哦，大家听清楚啊。对，兽医师助手没问题啊。另外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我们随时去都看得到兽医师吗？对，这个时间点是助手就是兽医师的助手。今天我们提出了9点诉求，其中一点是长道区处长没办法回答，是吧？其他全部答应，而且他全部答应。